好了，手工也很好。安心围，安心围，这是在自己的床铺，它都是自己整理的。可以自己会写字。啊，自己整理衣服，自己床铺这些。它是在 CHI 网上，在 CHI 的。都自己都可以用。这是 Stephanie 要的信息，就是安心围，女孩子，2007年出生的。下肢矫正术，下肢矫正术。安心伟，安心伟 ，Stephanie 要的，在现在在是在这儿上。他娃7岁多了，啥都不知道，男女也不知道。我们现在才给他慢慢教呢。你们那边不是都是可以上幼儿园的，也不是。他怎么弄的？知道吗？就是大小便了，怎么就给我们那塞了？他写的是。对，你写的什么？你念一遍。我是中国人，我爱中国人。我的安逸版啊，真好。安心，把你的名字写吧，把你安心也行。这个孩子应该，我应该没问题。就没问题。去年他穿的那个校服，他跟安心，你来拍。